喂，你谁呀？你是我是小丽男朋友啊？啊，咋的呀？你跟他啥关系啊？我是男朋友。啊？咋的了？我不知道你是谁呀？我滚你脑袋！你是谁？我问你你是谁呢？啊，咋的？你不服啊？我是她男朋友，咋的吧？啊，咋的？不想掐一下呗？你过来吧。我就在丁屯路，那个万隆广场那块呢。你过来吧，我妈揍死你！你过来吧。我戴个礼帽。穿个粉色夹克，你过来吧，打死你！啊，喂，你没事别老给我打电话，你疯了你啊？有病吧？啊，对啊，我跟小丽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能不能别老给我打电话呢？我滚你妈！啊，我在新华书店呢，咋的？啊，你过来吧。你过来吧，我他妈怕你啊！我穿个黑色外套，在地板那块坐着看书呢。你过来吧，打死你！你怎么又他妈打电话了呢？你谁呀？我是小丽男朋友啊。啊，那行啊。啊，你就搁辽大呗。啊，你他妈过来啊。啊，行，哎，行，你过来吧。我就搁那个，北方图书城里边呢。啊，过来吧，怕你啊。啊，行，我就穿一个，墨绿色的外套，戴个眼镜，基本是光头，来吧，弄死你，嗯。